你帮我看这三块银元值多少钱？三块银元，哟，这还是三条龙啊！一个一个的看吧。哟，这个北洋龙还是29年，29年的话会比普通年份贵一点，而且29年的龙鳞普遍都不好。你这个龙鳞不错，但是你这个磕碰太多了，磕碰，你看这边全是磕碰，这个看着没问题。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这看着没问题。但是你这磕碰会影响到它的价值，29年确实会比普通版贵，但是会影响到它的价值。呀，你这个是大清神龙，龙阳3000克里面北洋龙大清赵中，你这已经凑齐2个了。你这个还是沈斑龙嘞，大清的斑别不是很多，沈斑、千斑都这位置，尾巴出小云，这就是沈斑。沈斑的话会比千斑贵一点。还有一个大清阿后点儿，这个位置有个点儿，这都是比较贵了吧？整体状态不错，你这个包浆啊，看着很自然，状态也很好，龙鳞很清晰，不错。这个没有磕，没有碰，也没有伤，这个是比这个北洋要贵很多。看下这个吧，这个是湖北龙，宣统的湖北龙，然后这个位置带个戳，看下背面。龙鳞也磨光了，你这个湖北龙啊，是所有龙阳里面价位最低的。它的龙鳞也是一样，它本身模具就不行，龙鳞都是弱。俗称啊，泥鳅龙。你这看都没任何问题，这来干什么没你？就是看大概值多少钱，值钱不值钱？我也不知道值钱不值钱。给您报个价是吧？对。这一个2000多，这一个1万多一点儿。然后这个呢也是2000多，整体下来可能16000上下。16000吗？对。你这也不少值钱啊。是嘞，你这是确实不少值钱。按照道理来说，你这是假船的还是怎么回事？这还破假船嘞。假船的话，一般的话会大头会多一点。你这随便拉出来三个龙，我估计家里面不止这么多吧？这我不知道，这反正你，我跟你说，咱儿吧，俺老公下边有一个妹妹，叫俺小姑子，对，他妈该结婚了，出嫁嘞。他想着叫这几块银元，他带走，然后我不愿意陪嫁，陪嫁，陪嫁带走我不愿意。这个婆婆东西都是俺老公的，全部都是俺老公的，一对万呀，一个小姑子拿走哎，是不是？我当然都不愿意了，我也不知道这值多少钱，我也拿了这3块，你给我看看。先拿过来这三块，还家里还有多少块？家里估计也不知道多少块，反正也不少。那这可不知道值钱没？我给你讲讲，男女平等嘛，男孩是父母的心头肉，女孩也是嘛。你那再不一说，样，那婆婆留的啥，那都是俺老公的，她一点也不能带走，是这样啊。都给俺小姑子，她结了婚之后，她老公的东西都是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一样道理吗？是一样的道理，但是啊，你再说，人生在世啊，靠什么？靠朋友，靠父母，靠亲人。你到时候你对不对？你肯定会用到。你看，比方妹帮哥很多，姐帮不好哥很意多。思，俺那小姑子远嫁，她啥也帮不了我。我只有我跟你说，我的人生格言都是靠自己。这东西都是我的，啥都是我的，不能带走一点儿。你得我一报价，我一听那么高，我才不能给他嘞。亲人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其实啊，结婚啊用姻缘，谐音比较好，姻缘。而且这还龙啊，过2年都是龙了，龙年了。这个咋说呀？龙凤和命，这个都挺好啊。龙我知凤道呈挺祥，好，我知道挺好啊。这个给他就不就行了吗？这也没多少钱。再说女孩拿着几块东西也很正常。那我不能给他，这都是我的东西，俺老公所有都是我的，啥都是我的，一点不能带走。咱这个咋说呀？你要给外人啊，这样倒可以，无可厚非。但对自己亲人这样的话，有点说不过去。老板，我刚刚听你说的也对。是嘞。老板，我那个假姻缘多少钱？假姻缘，假姻缘的话，它跟真姻缘就无法相比了。假姻缘的话就，在我们看来就一文不值，它的实际价值也就10块钱吧，一块儿。一块80块钱，对。你给我找几个这样一模一样的，我叫小姑子拿走，这真的我留着。你不是说得不能说光要我自己摊上吗？你不得给俺小姑子吗？那我给他肯定不能给这弄啊，这种都值钱。是这样，美女啊，这一般是家父母给了呀，他寓意比较好，带一些祝福啊。咱家用假了的话，你还他不又如不不给嘞，懂，都给我了，我也不懂，拿过来你不给我估价，我也不知道这多值钱，对不对？不合适。你这样不合适，我建议把这都给他吧。确实值不了多少钱。以后啊，这个姐姐妹妹啊，对你的帮助会很多。
确实很多，不是用钱能衡量的，一辈子的事儿，这是，好吧？你挂着那个说啊，好，多着吧，老板，整整整，好好好，麻烦你了啊，没事没事。